新作《强压开创世界游戏》。适逢年底 ，Sony PS4 及微软 Xbox One 两大主机平台新作进出，其实风格也相当两极化。像是刚上市的飙酷车神、游戏收录法拉利、林宝坚尼、BMW、野马等众多知名超跑原厂授权车款。随着故事剧情，玩家还能获得新车辆，让你过足权威瘾。还有下周即将上档的《古墓奇兵：欧西里斯神殿》，故事描述布斯罗拉为摆脱诅咒，奋勇击退怪物和神奇的冒险历程，玩起来也是超嗨。除飙车和 KO 敌人，当然也有没那么激情的游戏新作品。其中《我的世界》Xbox One 版中，在开放世界概念，主要玩法围绕在打破、挖掘建筑方块等进行各项建设，可和全球玩家分享自己所创造的世界。虽然冷静了些，但偶尔活在自己的世界应该也还不赖。同样高自由度，你爱怎样就怎样的灵感计划游戏中，玩家可利用强大地形笔刷创造出任何世界，举凡生物、人物角色及声音等都能自行修改，让你不只是玩家，还能体验变身游戏制作人的 feel。 东新闻台北报道。